想想集结大军意图扣边。密谍私报，党项王对刘使者出使被杀一事极为震怒，要我大宋给个说法。哼，要什么说法？阴谋的味道。狼再温顺，依然是只要吃肉的野兽。大宋这块肥肉，他们已经垂涎已久了。皇上，边关守军不足以抵挡党项大军，即使现在筹集粮草，调动军队，恐怕……包拯查案进展如何？毫无进展。把这个交给他，告诉他，他还有一天的时间。朕不想用他的人头暂缓党项人扣边的脚步。遵旨。包拯，大宋还没有做好攻伐不臣之国的准备。这次只盼你自己能逢凶化吉，帮大宋渡过难关了。崔副使，包大人，半夜三更往我党项使馆，意欲何为？查案而来，叨扰了。包大人，几日来你该问的都问了，该查的也都查了，难道还有什么遗漏的不成？我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呀，我家大人查案还需要向你请示不成？如果包大人再无理取闹的话，在金銮殿上我党项使者必会向皇帝询问。你们宋朝的官员跑到我党项的使馆来，必须给个说法。好，崔副使，那就请把党项使馆的所有人员都召集到此处，我要当众询问。好，你去把使馆里所有的党项人都叫来，我们要配合宋朝官员们查案。我倒要看看包大人还能查出来什么。是。好，
然如包大人所料。你查出什么来没？哎呀，崔副使，你着什么急呀、啊？天黑看不清楚，我要慢慢比对嘛。你不会是想包庇凶手吧？我党项人跟凶手势不两立。那就最好。你快点。你看，你看，这刚才我比对到哪儿了？公孙策。算了，现在夜色已深，我看还是明天再比对吧，白天看得清楚。大人，我们现在回去吗？对，崔副使，叨扰了。不错，大人。库房重地，要加强防御，一定要重兵把守。万一丢了国礼无法交代，你等不得懈怠。是。包拯啊，你这是垂死的挣扎，还是另有所图啊？大人，如您所料，庄国里的箱子有一个是空的。展昭，大人让你去检查箱子，你怎么把箱子给带回来了？万一党项人察觉，这……我让密谍司同仁放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箱子在库房，党项人察觉不出来。啊，宝清，你有何发现？有味道，香味儿。我怎么没有闻出来？有。就是有香味儿，很熟悉又很陌生的香味儿，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。杀手被藏入箱中，运进党项使馆，杀人后又藏回箱中，党项使馆里的内应为掩人耳目，将藏有杀手的箱子运进库房，杀手在悄无声息地离去，好算计，好计谋，真是天衣无缝啊。大人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箱内的国礼运进党项使馆前被调包，杀手才能藏于箱中。多日来，党项使馆外已经被兵士封锁，想必国礼还在党项使馆外，现在找到国礼就可顺藤摸瓜，一举抓获凶手。真相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。我上次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再来打扰我。和你做的并不干净，尾巴让人查出来了。百密一疏，你想怎么办？想要自由，就把事情做完。否则，在劫难逃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。